个水淹进来，淹进来了，它满上来的时候，它的鱼就是往外流，往外游出去了的。这个是过后，我们怕它游太多，我们才马上跟它围起来。但是你自己看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围到完，因为上面的水一定要经过我们这边，所以上面全部淹水。它的水一定要经过我们这边，然后去到后面，那个就是新做的那一条大水沟。那边不能够排水，所以 导致那个水全部淹到整个甘榜淹完。Kalau sekarang semua mulai dari nol lagi, sampai motor pun tadi terbakar, tadi betulkan tadi terbakar. Dalam perjalanan ke situ. Tidak boleh buka jen, 也是损失惨重。那你住这边多久了？从小到大。我从小到大，一出生就是住在这里，从来没有的。水灾无情，快来帮忙！水灾无情，快来帮忙！可以吗？要喊几声？